我们有一个解忧杂货店的卷闸门，我们要在卷闸门开启的这个时间里，用抽取的道具作为交通工具，到对面去拿取更多分值的礼物。8秒钟，这个卷闸门就会关上。关上之后，只要人没出去，礼物就不算数了。人出去了，礼物没出去也不算数了。对，想问一下解忧队，你们第一轮派谁先出战？第一轮我们派小凯同学。我宣布我们第一轮赢了。鉴于场上一边倒的情势，必须派出一个脸皮比较厚的，脸皮比较厚的。那就我来吧。还是我来吧。哎呀，我来吧。哎呀，何老师加油！我也不多说，王俊凯，我在这节目的时候还没你呢，还没你呢。我是看何老师你的节目长大的，长大的。我们小凯的胎教就是我们。因为这个地方我实在太熟悉了，所以我把选道具的优先权交给你。1、2、3、4，四个牌子，随便你选。啊，那我选一吧。那我就选2吧。花盆里啊，我这个简直太棒了。因为我平时啊就是骑这样的车。What？ 我跟你说，这也就是我让换了涛涛可能都骑不动。好，何老师准备好了吗？开始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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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何老师，加油！何老师，加油！哎呀哎呀，何老师，何老师！快来安慰小朋友，快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啊，没事没事啊，好好，没事没事没事啊！转不过弯，好心酸，在这个节目待了20年，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背影。小凯，安全第一啊！反正我刚才没成绩，你随便拿一个100的都赢我，好吗？好，好，来准备。小凯加油！3、2、1，挑战开始，挑战开始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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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快快快快回去回去！快回来！快回来！快回来！啊啊啊！把它掉了，快快的，小心别磕到头！啊啊！他这个都可以再拗几个。700的耶，这么轻松就拿到700了。本来想让他穿着花盆底摆几个 pose 的。好，第二轮你们派谁？小董，董子健，好吧？我们派李红旗，红旗加油！两位首先抽取道具哈，选择3。哦，要在袋子里面做袋鼠蹦。4是快乐大本营。呀，脚蹼。哇，那个很难，那个非常难，那个不好，那个不好走。那个走路一定要，对，要我可以游过去，对不对？
You what？ 你傻还是我傻？红旗，我刚才是零成绩，所以就靠你了啊！加油啊！红队的红旗同学挑战开始，加油！放！哎呀，小心，抓紧！抓紧，抓紧！主要是手要抓紧，手要使劲。他好快啊！那个是一千的，那个是一千的。那个是一千的啊！好像袋鼠。你拿了个多少的？你拿了个多少的？来。600，你为什么你哪怕拿个800也比他多一点。好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后面还有，谢谢红旗。你试试看，站起来，你试走两步试试。我觉得其实他这个有机会拿那个一堆一千的呀，一千的。对，你看看着这一堆可以拿走的，好吧，来了啊，董子健挑战开始。好活泼的少年，哇，厉害，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他拿了1100。哇，董子健是爱踢足球吗？平时我经常被人踢，经常被踢。哇，好厉害，好聪明啊。没事没事，我们有成绩就不错，我们刚才实现了零的突破，没问题啊。好，来，只剩咱俩了，星星，加油！好，接下来双人组，没有压力，1500。双人组，我们这边派出的是迪丽热巴带着腰伤的海涛。哎，不能偷跑，来回来吧。行不行啊，你俩啊，这样行不行啊？脸呢？脸呢？来，准备啊，预备备，开始，开始。星星，星星，我采访一下，你在空中揪了一下是什么意思？那有一个小的盒子，我就想我拿一个小的，质量太差了。哎，我就拿了这个，我还是多少分多少600，然后星星说算我的算我的，一拿，好，600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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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中间有一个500的，后面还有个1000的，我把那个1000的趁他们不注意往前推一推。好不好？别让他们发现啊！我们就弄那个1000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好好。这加起来1100呢。准备好了吗？我跟你说，这就是王俊凯和董子健开的坏头。你怎么小坏蛋？小坏蛋。
稳住啊，时间够的。预备，开始。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。海涛的脸在颤哎。稳住。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快快快快快！两空，贪呀、啊，太贪了。没事吧，过得去吧，过得去，过得去，来。好了好了，来，我们恭喜我们的解忧队获得了胜利。